这年头怎么得了，五块钱的钞票满地跑，街头茅房到处有，垃圾堆里也找得到。买东西没人要，商店的老板瞧也不瞧，挑担的小贩皱眉毛，他鼻子一哼，嘴儿一绕，还要向你笑一笑。要饭的花子看见了，他眼儿一斜，摆摆手，把那脑袋瓜子摇起摇，害得你啼笑皆非，糊里糊涂，莫名其妙。为什么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？为什么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只因为钞票赢得多，越多就越没人要。钞票越赢越多，越多也没人要。柴米油盐天天涨呀，涨得比天还要高。穷人吃不饱，富人哈哈哈哈笑，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哟？